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来？在这个视频，我们教大家如何从零成本就可以达至这个目标。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所谓海量 ，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我们要3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将它睇晒。Google 搜索有200多万，域名增加70个。网站增加570个，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件。我哋点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大搜寻平台，让我哋嘅产品喺全球众多竞争对手里边遥遥领先，让我哋嘅产品喺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Google Pass、Rotary Heat Pass， 全球排名第一嘅系我哋其中一个关联产品 Google Pass、Rotary Heat Pass。Google Pass 系我哋呢个产品嘅品牌。我哋带落去喺 Google 下面睇一下 ，Search relate to Rotary Heat Pass 下面有两个冠名平台，一个系 Google Pass Rotary Heat Pass for Manager， 另外一个系 Google Pass Sublimation Heat Pass。呢两个关联嘅连接页面带嚟嘅海量数据系全部都系属于我哋嘅。喺呢个情况之下 ，Video Marketing 嗰个概念就为我哋喺 Google 里面嘅权威排位权威增加咗。我哋再翻去 Google Video 嘅页面睇下。在这里的数据是26万，首页我们霸占了8个，多了几个竞价广告。第二页情况一样，第三页被我们霸占了，竞价广告多了。第四页被我们霸占了，竞价广告依然存在。第五页情况都是没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看到自然排位的优势， Video Marketing 的优势是在于它永久增加我们。同时大家在这个页面看到你所花的每一分钟时间，大家在这个页面都可以找得很出来。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它的优势在于它是可以全方位将你的产品的优点利用视频加上语音导航完全全展示在你海外客户的眼前。大家亦可以透过社区媒体扩大分享，提升你的产品知名度，提升你的品牌知名度。在接下来的5月20号，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所谓全球化，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我们保证我们承诺，在大家广告播出之前，我们绝不加插广告的干扰，让观众可以直接透过智能手机观赏你的视频，你的广告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任何咨询的，大家不妨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是 Full Market。多谢大家。